乘客大方掏出千元大钞要感谢问奖帮他联络上计程车司机。乘客大方掏出千元大钞要感谢问奖帮他把皮包送到派出所来，司机不好意思拿，最后决定只收一半，还找了500元给乘客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主播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